有缘空中来相聚，欢喜这会探大钱。标股探长蔡瑞麟分析师，纽约市立大学金融硕士，十多年投资学经历丰富，著作《标股密码》《主力操盘四部曲》，独创点线面操盘法。探长认为，证据会说话，证据到哪里就飙到哪里。探长坚持，会赢才来拼，快乐到顶行。探长带着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掌握国际潮流，跟着标股第一流。欢迎收听《标股探长》。一流的会赢才来拼，到顶向前行。全国投资朋友，今天礼拜五，今天9月初六，大家轻松一下，要放假了，台北股市呢，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最近呢，在高档震荡，做些股票呢，并变叫起不停，他曾跟你讲过，顶礼拜，跟顶礼拜都跟你讲，这所在不好黑白放空，你如果现在放空的人真可惜，不只说没赚到钱，还叫做尬到。被嘎到呢，这个手会痛，心也会痛，所以探长再次跟你强调，探长不是不会放空，只是时候未到，你空空半年，探长带你放空啥？探长带你放空散装航运，这航运探长专门科的啦，探长读这海洋大学航运管理系，读四档无白读的，探长2008年带你放空航运股。这样进熊对吧，因为我不专门的。探长知道他的景气的循环。对吧，董卓这一类波罗的海指数呢 ,11793 啦、11793, 热个村六百几点啦。比高企高企差呢 ,11000 不见了呢。所以投资朋友，探长这次强调，探长对产业的了解是很用功的。我无比你较巧。做事人其实都比探长要巧，探长的智商123而已，但是呢，探长比你用功，包括呢，钢铁股，这也是跟这散装行业有关系，所以整个族群是联动性高的话，探长也在2008年放空丰兴钢铁，丰兴钢铁呢腰斩，为100块，落到剩50块，那也是对探长放空，丰兴钢铁那时候赚5%以上。但是基本上呢，现在不是放空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探长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探长这回股票下回研究报告当初都写在某某周刊，我们不要做自制性行销啦，不然说这 NCC 会说，探长你做自制性行销，对吧？探长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下回报告都是白纸写黑字，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今麦呢？问题是讲，足侪投资朋友反映讲，探长啊，台北股市真歹做啊，即生技股起遐紧啊，哇，未富未钢铁股呢？好像要动了，就是又什么？又好像这个大陆的大陆这次产能过剩啊，航运股呢？波罗的海指数嘛，刚才阿伯上海叮当啊，这买高价股呢，佮惊像这宏达电呢？哇，宏达电有千几块，落到剩百几块，嘛足凄惨。所以呢，投资朋友，你感觉足歹做诶，迄真正常。为虾米？因为你无像探长开见一个时间，探长花了时间不止在产业面，还帮你注意到国际局势的变化。这 QE 啊，探长甲你讲啊，你应该要背啊，对不对？有持续听探长节目的，你不是专家啊，不是变啥？并赢家，所以投资朋友，我们先拿起望远镜先来看一下国际局势好了今天大家轻松嘞，你动作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当作什么？当作在复习好了现在呢今麦叫谁呢？探长来讲过这叙利亚这个问题，先不用管它你先不用担心探长会帮你盯着黄金的走势，
你看黄金热啊，探长会帮你盯着啊、油价的走势。探长来告过啊、哦，油价112块，112块的石油啊、哦，纽约清原油有压力，代表这叙利亚的问题无大家想遐恐怖，因为这市场啊，市场的资金会讲话，股价会说话，油价也会讲话，哈哈，只是讲话你要看得懂，你要听得懂。啊，所以呢，叙利亚问题我们已经跟你讲了 N 次了，探长跟你讲了足侪解啊，哦，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啊。另外呢，先要注意到什么？注意到欧洲啊、日本、英国这些哦大的经济体，你也像这一类，这剩日本好啊，哈、哦，日本是这个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啊、哦，第一大当然是美国哦，第一大是美国，第二大是中国，第三大是这个。哎，日本，所以这种大的经济体它的货币政策，哦，大的这国家啦，哈，大的这些的经济区域啊，好了哈，也是一些政策你要注意点，好、哦，比如说这个美国的 QE， 好、哦，比如说这个日本的量化宽松啊，请请这呢，哎，欧洲也是持续什么，欧洲的这个啊、哦，欧洲的央行 ECB 也是持续的在做，哎。货币的宽松政策，什么叫做货币的宽松政策？就是关键性来讲啊，关键性来讲，它维持 0.5% 的利率不变啊。讲较紧就是安那，澳洲吼、哦，澳洲的国家吼、哦，这自从这欧债危机啦吼，大家拢知影这欧洲五国啊，欧洲五国这国债发现问题以后，经济啊，经济是一路走低啊。最近才有刚有起色，都要被围在山谷底下，刚要爬上来，所以呢，探长跟你讲，他不会很快就升息。好，讲较紧嘞，啊，伊嘛希望讲经济啊，佮继续好落去。啊，经济若要好，这借钱的利息得爱加。为啥借钱利息爱加？因为安尼头家较敢借钱去投资，啊，这生意人呢较愿意。啊，去甲银行周转，啊，去做啥？做厂房嘛好，开店嘛好。啊，有人投资，有人开店，有人开工厂。啊，即卖即啥？靠就业机会，唔只唔好请工人。好、哦，啊，若阵大家拢头路头做，好、哦，就业机会往上拉的话，经济就上来了。那自然呢，嘿，自然这国家的这经济，国家的这财务状况就 OK 啊、哦。那目前因为欧洲还没有爬上岸啊，欧洲还在这个载浮载沉默默修，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欧洲的央行 ECB 维持了 0.5% 的利率不变、哦、其实恭喜来这个是可以推敲的出来的。我相信这欧盟区的失业率还在 10% 啊，尤其是少年人齁、哦、欧洲地区的少年人齁、哦、像这些西班牙齁、哦、这葡萄牙希腊，他们的失业率都是超过 10%， 十个人十个少年啊，有啊一个是失业的、哦、这已经很严重的、哦、因为一个人失业、哦、那可能会连累一家人、啊、一个人失业可能一家人没饭吃、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蛮什么蛮令人家头痛的。所以呢澳洲啊，澳洲不敢赶紧想升息、啊、欧洲不敢升息太快啊。虽然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殖利率，刚才跟你讲过，美国公债往下跌，殖利率往上涨，这个这跷跷板的关系。那虽然这个美国的殖利率已经来到了3%啊，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3%，但是呢，澳洲也唔敢嘞，因为澳洲也无迄个条件嘞。哦，澳洲的经济呢，啊，阿未啥，阿未爬上岸，还没有靠岸，还没有爬上岸，还在什么？载浮载沉，所以呢，啊，在从这个逻辑来看，啊，我记得你要看落去，你也非常清楚，啊，市场的资金还是原则上宽松的，原则上了哈，我讲原则上哦，好，但是呢，嘛是一寡会纠结啦哈，会有一些缩手了，啊，哪些地方缩手？好、啊，新兴市场，好、啊，尤其这一个，好、啊，金砖四国，啊。想起唱的是印尼跟印度，好不好？那中国大陆跟美国呢还 OK， 所以上次跟你讲过啊，
这次中国大陆因为这个钱荒，然后呢，但是呢，美国景气往上走，所以中国跟大陆一正一负，台湾刚好在中间，所以台湾的国企呢，持平看待，对不？台湾你们夸得上悲观，对不？探长跟你讲过，哦，台湾呢两大的贸易伙伴，第一个是美国，第二是啊啦，第二是中国大陆，哦，阿拉那边，哦，所以讲呢，若是阿拉啊无盖好，哦，这个。这个中国大陆股市呢，嘿，往下走，在低档震荡，但是呢，想不呢，哦，至少这一个美国的股市，哎，在高档震荡，美国的经济呢，在缓步的复苏，所以用基本的逻辑去判断，也就是说，台湾的经济呢，刚好是什么，在美国跟中国两大经济体啊，加起来除以二。好、哦，对吧？所以大盘过去呢，你八千点附近震荡很合理，因为这个美国上来了，刚好替补了中国的这个什么GDP 的趋缓，中国的 GDP 趋缓，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就算讲哦，无讲啊，像较早拢保八啦、保九啦，甚至有10%，但是上无啦，嘛，跟上啦，至少这个中国大陆。还会维持7.5%，中国大陆至少维持7.5%，这个很重要。因为中国大陆掉滑到7.5%以下，这个失业率会蛮麻烦的。好，为什么中国大陆就反而7.5会掉下去？好，所以它维持7.5，因为7.5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失业的人会作乱啦。中国大陆最怕什么？最怕人民没事做，哎，大家都非常清楚，大家都读过迄咱的古早的历史。古代自古以来这个中国就是人多啦，人侪有好处，人侪嘛有麻烦的所在。人侪啦，人多好办事，但是呢，人多如果没事做就麻烦没事做就没饭吃，没饭吃就会就会什么？就会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啥？衣食足而知荣辱。啊，你若食袂饱，穿袂少，你讲叫伊要伫遐安分守己，有较难呐。所以整个逻辑看来，探长跟你讲维持7.5%的经济成长率，中国部分，那美国也在经济的缓步复苏，所以呢，台湾呢，台湾这个地方你不要放空，台湾的股市你唔好放空啊。探长跟你讲 N 次啊，为什么探长要一再一讲再讲？有嘴讲啊无烂，逐工甲你讲，先毋好放空，为虾米趁台币啊强调，一再强调，搁强调，是惊你乌白做，趁长在节目上也跟你讲，你若乌白做，无干脆的对趁长来做就好啊，趁长的股票你看会着，食会着，买会着，趁会着，包括呢，八开头的，上好嘢，即附顶，有甲你招无？有啦，有没有涨停板？有没有创新高？有没有持续什么？持续大涨小回，大涨小回，有啦，是不是？所以投资朋友，你当帮探长做见证，听下这种朋友，你嘛是上好的证人，对不？8261的附顶上好嘅这个股票，今天呢盘中呢再创新高过来到关点15.35探长跟你讲的时候，叫你在做的时阵，12块附近拢买会到呢，对不？当然啦。它还没有涨完，但是呢，探长公布以后，我相信你嘛唔敢买啊啦，会员朋友都还抱着，但是呢，问题是新的会员朋友，新的会员朋友，我如果叫你买这附顶哦，你一定会安啦，你一定会 complain 你会抱怨探长，恁的会员朋友都已经买啊，叫我来跟叫，我知你安尼想。所以探长这部电话一直跟你讲清楚，讲啊足清楚。探长招新的会员朋友来买是新的股票，我们不需要用新的会员朋友来拉旧的会员朋友的股票，因为探长的股票无需要新的会员朋友来救，探长的股票自然有人会救自然市场会帮探长来拉抬所以你看到，附顶涨停板创新高啊。大涨小回，进三退二，对不对？那进二退一，对不？稍微回一下就又冲上去了。包括探长跟你讲的生技股还没起刷
他昨个没有叫你去追葡萄王那个，去做做这些股票，哦，你要去追高，你去追高，那没有意思啊。哦，起啊140几块，他叫你买，我真正许我唔对。但探长叫你买的股票是一开头一结尾啊，20几块的股票，不知不觉已经赚了快一只涨停板了啊、哦，连抓啦，连续呢，连续涨三天啊，每天涨一点啊，不要紧啊，咱一天起2%、起3% ，OK 啊，对不？为什么要起卡慢呢？因为大卡车的利润哦，探长跟你讲过，大卡车刚发动的时候，一开始会什么开得比较慢。但是一开始起风以后啦，哦，加速以后呢，停不下来，你都约袂到，啊、哦，大卡车大拢只会公车，公车停车的时候要去停起风哦，那开始会啊，吹足足啦，但是呢速度介慢，但是伊若过迄十字路口，过红线顶，哇，开始啊啦，你都看袂到伊啊，对吧？你要追他就很累了，好、哦，所以投资朋友，好、哦，探长跟你讲的话一一验证，唔知要怎做，会晓靠人就好。点位靠通，赚钱真轻松。港相福马上登来。希腊船王说，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财富。德国股神也说，财富藏在机会中。标股探长公，标股机会常常有，你准备好了没有？台湾俗语在讲，钱四卡，人两卡。台湾钱阴卡巴，标股探长说，想办法让钱来追你，你被钱淹脚目了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投资吗？你有赚钱吗？你有停损吗？你敢有立在美角证据？你敢看有？探长帮助你往上飙，往下飙拢欢喜，带你入，带你出，保护你拢损失。请拨通标股探长投资平安专线02-2579-1155，02-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美国有句名言 ：Who you know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know。台语嘛有一句话：捌人较好咧捌货。标股探长是股于未标之时，标股探长坚持会赢才来拼。标股探长钻研。股汇债等国际金融专精点线面的操盘技巧，对着探长的指示，让你股市大赚钱。速拨固德投顾标股探长致富专线02-2579-1155，02-2579-1155，02-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大家股市今天礼拜五哦，大家轻松一下。但是呢，轻松过程要开始做功课哦。上次跟你讲过，股票要每一天都来找哦。股票不一定要逐天买，但是呢，要逐天吹啊。所以探长每天拿着放大镜帮你看国际资金的动向。说多少个工商工资？欧洲啊，英国啦、啊，日本啦、啊。货币宽松政策啊，一致啊、哦，以这个欧洲为例啊、哦，保持 0.5% 的这个利率不变。所以呢，市场呢，市场虽然不像进行 Q1、Q2、Q3 像你宽松了哈，但是原则上呢，哦，这美国啊、哦，美国会救起，但是呢，够欧洲嘛，啊，够德位，够英国嘛，啊，够日本嘛，对不？所以探长跟你讲过，
哦，钱四卡人两卡，钱嘛是底下一来一去啦，哈、哦，对不？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哦，还是要跟着探长来做多啊、哦。那做多什么族群？探长上个礼拜啊、哦，持续操作的生技股，好、哦，我干脆讲好了啦。比如说这一档一开头一结尾的啊、哦，直接今天跟你讲好了，今天拜我大家欢喜一下。好、哦，1701的中化啊，是不是一开头一结尾？啊，会员朋友对起来啊，会员朋友，你看一下你的口讯啊，探长是不是告诉你啊，买在 22.3， 你叫你口三拢买得到，拢免甲人抢哦、啊，对不？因为啦，无人要插伊哦，为啥无人要插伊？因为大家拢去抢迄葡萄王啦哦、啊，哎，葡萄王新闻出来啊，大家拢去抢葡萄王，啊，咱卖去甲人抢哦。探长一贯的原则，股票啊，咱抢起到高点的。啊，相关点，迄叫做妈祖婆甲三太子的工课啊，你不要去做神的工作。啊，低档区啊，底部起涨区啊，22.3，会员的科讯啊，对照一下啊。探长还特别跟你强调，我们买在平盘附近啊，平盘附近呢啊，通通可以买，哈、啊，无人甲咱抢，哦，啊，若无买到的。好、哦，就是你阿伯你还不是探长会员，代表你还没买到，或者你太晚入会了，对不？所以，投资朋友，今天呢，1701生技这个股票啊，1701是吧？这中化这个生技股啊、哦，今天呢，好、哦、往上拉啊、哦，它还没有涨停板，但是它涨不停啊、哦。探长马格力公会，这卡车都要起崩的时阵呢，啊、哦，你会觉得它很慢。但是呢突然呢加速油门斩落的时阵哦噗一下就冲出去啊。啊今天呢就冲出去啊。哈哈。所以很高兴啊啊所有的会员朋友都有买到。无论你是尊荣会员无论你是特别会员还是股票会员探长让你雨露均沾啊五金车会坦啊那这三种会员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有没有专线的区别而已啦齁。啊股票有时候会一样，有时候会不一样，哈、哦，除非那个高价哈，嘿、哦，它管计小哈、哦，比如说我们手上有一档高价股，哦，300几块，那个就是尊荣会员的股票，哎，了解不？好、哦，所以投资朋友，探长介绍在，哈、哦，持续的看法不变，啊、哦，顶礼拜讲的，甲今仔日拢无变，就是什么啊，跟股票来做多啊、哦，为什么？因为大处着眼啊，大处着眼这个啊，这个趋势我跟你讲一清二楚。哦，探长特别跟你强调 ，QE 的退场它不是金融危机，伊不是金融危机，所以你唔好被放空。好、哦，所以你有这笔记提出来看一下。另外呢，族群呢，探长跟你讲一清二楚啊，做好个西奥尼让你公开来索取啊。你看，探长在中华财经台啊、哦、高点报告10点诶。顶管的测标马写足清楚，啊、哦，高能榜到10点有看探长的电视啊、哦，现场实况中播的啊，现场实况转播的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投资朋友，你得让探长做见证。探长在中华财经台顶管测标写什么？甲你写讲生技，有无？所以1701的中华干咪生技有啦吼、哦，咱看啥？咱就是啥？看好就是爱甲买嘛。啊，反正给电嘛。好，那生技我讲完了。另外呢，探长在测标个写啥？在中华财经台电视顶管写测标写啥？写电子上游啊，电子上游。比如说，你看，哎，这个8261的这个富鼎，对不？这就是啊。比如说2454的联发科，这就是电子上游。好、哦，所以探长要去买迄个迄宏达电。哦、我们宏达电已经跟你讲了 N 次了，我们不要再讲了、哦、所以呢逻辑很清楚、哦、这叫做 top down、啊、top down 其实就是怎样由上而下由大而小、哦、先拿望远镜纵观全局再拿放大镜呢、哎、见微知著、啊、小行的所在、啊、小地方也是要给它看清楚小地方包括基本面啊，有啥咪在无报表，有啥咪好，哦，营收有好不？这探长会帮你抓啊。另外呢，题材面，好、哦，像这生技啦，
哦，近乎的高嘞，然后呢，哦，然后呢，这个又有很多新药在出品，然后呢，人口老化，哦，这叫做啥？这叫做题材面。还有呢，啊，各有啥咪？啊，各有探长跟你讲诶，哦，你要注意到肋骨的轮动。所以今天探长咧，中华财经台哈、哦，早上是吧，9:30到10:00的节目，在侧标啊、哦，跟你说。下个礼拜要注意什么 ？Next 就是要注意什么？就是下个礼拜了哈。好、哦，礼拜要注意点，哎，中概。好、哦，礼拜要注意点，哎，就是什么？哎，你有看吗？啊，没有回答就是没有看啦。你有你回答不出来就是你没有看啦。你可以再去探长的网路上看重播啦。哦，探长侧标写得很清楚，中概、钢铁、航运，哦，所以族群帮你点得很清楚。我现在要做中概钢铁航运，因为美国景气上来了，因为中国在要在推在上海自贸区啊，中国大陆在推这个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对这些传统股啊、传统产业会是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好、啊，你看会有税负的减免，对不？所以钢铁股呢，进行做卖，大家已经哎呀。钢铁族群很多人就把股票砍光了啦。另外，这航运呢，哦，探长跟你讲过，航运跟钢铁要一起看，哦，因为这两个是兄弟啊。探长跟你讲过，哦，探长在2008年带着会员朋友放空散装航运啊，放空钢铁股，但今麦呢，时机来啊，哦，那无想要放空的，哦，未晓放空的，不要紧，今麦探长会带你做多。探长现在要带你买股票。他怎样怎么买？要买什么族群？都先给你预告，先给你讲，啊，你唔只有一个心理准备，对不？别讲想布几支股票出来，呵呵对不？所以，投资朋友，探长先跟你预告，就好像探长要带会员朋友买八开头的富鼎，我先给你招不？探长要先，带会员朋友买啥？买台湾安瓜车，台红，我给你招不？有。探长要带你买。生技股也是先给你预告，对吧？电视给你讲，哪里有给你比较哦。另外呢，哦，还给你暗示一开头一结尾你才几块的股票，哦，对吧？一开头一结尾的生技股嘛，无几支，哦，啊个二十几块的生技股嘛，无几支，有够好用的，对吧？咱讲一结尾好啊，一结尾啊，不是啊，1701啊，不一七啊，一一。啊不，1721、1731，对吧？啊，我好有不？这一结尾就只有十只嘛，对吧？一结尾就只有十只嘛，啊，十只个二十几块，我好有不？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中化啊，投资朋友，你看到今天的中化，有闹亏不？啊，就吓怕啊，有欢喜不？哦啊，快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反正呢，啊，会员朋友赚钱，探长就开心。好，我看你赚钱，我比你较欢喜。啊、哦，探长呢，会员朋友买。啊，有的人讲探长，啊，你叫我买，啊，你家己跟我买。啊、哦，探长要澄清一下，探长本身的户头没有买，探长不会去啊、哦、买股票。为什么？因为探长我本人都自己做外汇，啊，了解不？探长自己的操作是自己做外汇。好、哦，为了要避险。什么叫避险啊？我不希望你甲怀疑讲啊，探长，你家己买股票买，甲机关来买，唔买。探长做啥？做欧元啊？探长做啥物？探长做美元指数，对不对？我自己的操作是操作什么？国际的啊？为什么探长做国际的？因为探长要保持国际的这个 sense， 探长要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度，所以。国际的金融市场，我家己来做就好。会员朋友呢，你要做，你做台北股市就 OK 啊。啊，台北股市的股票要买什么股票，我就先给你预告。哦，比如说中化，我给你预告无，生技股哦，一开头一结尾20几块。所以会员朋友，你可以提出来看啊、哦，你的传真卡拿出来看一下，这是买在22.3啊。今天一不小心呢。又来到23.5了，对不？是不是买一支涨停板啊？啊，是看得到买得到，吃得到，赚得到。
哈、哦，所以投资朋友，哦，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探长讲过的话，哦，拢是安那，哦，替靠地段，哦，所以你看到中化涨起来了，你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都是先预告，然后呢，动手去做，不是跟他讲尔呢，爱做呢，跟他讲是袂趁钱的呢，要真的什么，把他什么，把他付诸实现，啊，除了动脑之外，还要动手，啊。所以，黄平有对探长动手的，哦，有动手的人，我甲你恭喜，哦，啊，你若还袂对探长做的，无要紧，探长都会先跟你预告，哦，你讲探长，啊，我真正吼，我听你的节目，我感觉吼，足认同的，探长你讲这国际局势，讲黄金，哦，我感觉哦，真好，哦，我想无讲嘛，知黄金是咧起也咧落，伊足侪人黄金，哦，探长，我听你讲这石油，哇、哦，真正咧，哦，我感觉吼，足侪。足侪人拢有咧骑车、开车，但是对石油拢无了解。哦，我听你这部以后呢，哦，我真正讲笑，想无真是国际咧创啥货，咱嘛听了解有啦。哈、啊，那种一寡知识，哦，加一寡啦，甲人讲，哦，讲话迄个话题。所以探长跟你讲的话都一一实现了。啊、哦，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你要跟着探长来操作下个礼拜会涨的族群，族群里面再从什么啊去挑一些股票出来啊。齐景公探长，你咧中华财经来跟你讲的侧标盯管虾做清测，好、哦，后礼拜注意什么？中国概念股的中概，另外各有什么？另外各有钢铁、航运，那钢铁、航运要一起看。那现在为什么中概会联动？就是啊，中国大陆咧杀这啊自由贸易区。好、哦，我现在中国大陆要杀这自由贸易区，因为中国大陆要改变它的经济的体制、经济的结构，这是习近平先生啊、甲李克强先生他们的重要的政策。好、哦，这样物料不好，以后中国大陆会乱。好、哦，所以他也不能让他 GDP。不能让他的国内生产毛额降到 7.5% 以下，所以呢，他要稳增长，稳定这种增长，哈、哦，会当卖伤济，但是袂当伤差，啊、哦，袂当比 7.5 较差，啊、哦，所以非常清澈。所以中概股跟这一个钢铁、航运是相关的，有了解无？啊，无了解不要紧，电话卡入来，哦，助理甲你讲，明仔对探长来做，好、哦，电话卡通就好。点对靠通赚钱真轻松。希腊船王说，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财富。德国股神也说，财富藏在机会中。标股探长公，标股机会常常有，你准备好了没有？台湾俗语在讲，钱四卡，人两卡，台湾钱阴卡吧。标股探长说，想办法让钱来追你，你被钱淹脚目了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投资吗？你有赚钱吗？你有停损吗？你敢有抓到美角？证据你敢看有？探长帮助你往上飙，往下飙，拢欢喜，带你进，带你出，保护你，拢损失。请拨通标股探长投资平安专线02-2579-1155，控制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美国有句名言 ：Who you know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know。台语嘛有一句话：捌人较好咧捌货。标股探长，是股于未标之时。标股探长，坚持会赢，才来拼。标股探长钻研股、汇、债等国际金融，专精点、线、面的操盘技巧。
对着探长的指示，让你股市大赚钱。速播固德投顾标股探长致富专线02-2579-1155，02-2579-1155，02-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讲股市，说股市，股市说不清。好，抓住命。好，探长节目进入下半场。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啊，孔子公的名言啊、哦，孔子公讲过话，咱来加减话参考一下。啊、哦，顶礼拜啊，探长一直跟你强调，你要注意到几个族群，第一，电子上游。哦、所以富鼎啦、啊，啊是这诶林群啦、啊，啊是这联发科啊，哦，这拢起起来啊。好、哦，另外呢，探长跟你讲要注意着啥，生技股涨不停。哦，但探长嘛，你讲卖个去叫去1720迄个升达啦，吼、哦，卖去叫1707迄个诶1707迄葡萄网啊，哦，那个什么，那个你已经追上去的话，你心中会无够力。哦，因为你的成分已经比别人还管了。我探长跟你讲过，哦，其实股票呢，其实是什么都很好啊、哦，但是股票都袂歹。气功呢，你啊只要比别人较俗啊、哦，你得啦，你得熬趁钱，就是安尼啊。你看做生意同款啊，你的入配哦，比如说你这做生意买菜也好啊，哦，你去买菜，你去配迄个菜市啊买菜哦，然后呢，你买比别人俗啊，买了俗就是省钱，就是趁钱啊。对不？啊，你可以将你的菜搁去啊，提去百货买，你就容易什么把价格拉高？为什么？因为你成本比人较低，哦。所以买股票嘛是同款，股票除了是投资业，它也是一种买卖业啊、哦，就是只要能买低啦、啊、卖高啦、啊，哦，你就是会赚钱。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啊，生技的族群还没有涨完，只是呢，要挑股票，股票今后以后呢。爱金哎，时机就是探长告诉你的进场的时机，进场时机没那金没那看哦，这是探长跟你讲的点线面，这个点脑髓啊，就是探长跟你说过啊、，K 线 K 线是看一个点位，因为一个 K 线是刚两年啦哦，一天的 K 线不能代表整个局势，但是呢，一天的 K 线可以判定一个进场的一个时机啊。哦，另外呢，线就是均线，另外呢，面呢，探长纵观全局帮你看呢形态，哦，所以讲呢，那阵这三个条件啊，三个条件拢好的时阵，卖个设计，哦，就像这个8261的富鼎啊，上好个这支股票，探长带你买时，敢是安那点线面拢水，啊、哦，胡彦斌你会当看一下，好、哦，探长带你买一开头一结尾的生技啊。这支1701的中化啊，今天啊再创这一短波的新高。探长带你买的时阵，嘛是同款符合点线面啊，点有水无啊？均线呢翻阳啊，均线翻阳讲简单，用这个心理学来讲就好了。均线往上翻阳，讲较紧的就是啊，成本一直垫高。啊，股价一直垫高，股价一直垫高的话，代表什么？后面追的人会越追越高啊！但是呢，手上有的人呢，手头股票的人里啊，哎啊，远离他的成本区。手头股票的人是啊，哪愈赚钱愈无想要卖，好、啊，这是心理学啊，心理学就这个样啊啊，越赔钱越想要卖啊，站不掉啊，心中不乱。但是呢，反过来说呢，越赚钱呢。反正你得赚钱啊，你搞得去买，你就不急着卖嘛啊！到时候别给他饿起来啊！你不急着卖，你不急着卖，他不急着卖，探长的会员不急着卖，哎呀呐，大家都不急着卖啊，市场就没有人去攻击这个筹码，市场要卖出去的人就少啊，想要卖出去的人少啊，想要卖的人就多，想要买进的人多，想要抢的人多，股价容易起。啊，这逻辑听有无？
哦，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哦，任何的有形的物件也好，无形的物件嘛好，拢是一个人性的心理学，像黄金啊、哦，你看，落为清白，落啊清晰，哦，清晰个落啊清晰，你看，大家越买越赔，越买越赔，你就越想要卖，对不？你越想要卖，你愈想要造，你愈想要啦斩掉，愈想要什么抛售。啊，那就一路跌啊！其实这个逻辑嘛，所以探长跟你讲过哦，这个啊，江湖一点诀啊，有利畅通天下，无利寸步难行。这个理智就是人性的心理学，这些心理学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黄金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甚至外汇市场。好、哦，这是探长独门的心法。好，希望投资朋友你学着功夫。好，探长希望你学着功夫，阁有赚着钱。啊，若唔知咩操作，唔要紧。探长甲你讲，后礼拜重点就是三个族群。好，啊，探长为啥要甲你讲后礼拜重点？因为生技股有人无对上阵啦，吼，火车过啊，分币啊，甚至连分币啊嘛未付分，因为你在担心啦，是吧？担心这个台北股市不好，你担心大盘不好。但是股票呢，一直创新高，好，马进还过去拢呼呼嘞，啊，过去的就什么啊，一概什么，把它什么重来就好了。金融市场就这么有趣，好、啊，随时都有那顶来啊。另外呢，他能跟你强调，中概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一个散装航运，甚至说利用航运蛮好啦 ，OK 啦，航运有分这散装航运噶，这货柜航运，好 ，OK， 下个礼拜呢都有机会。但是要经得一支探长的口讯会跟你讲。另外呢，就是散装航运的兄弟啊，叫做钢铁族群。好、哦，所以重点中的重点，下个礼拜这三个族群会有钱赚，有机会通去赢钱，这样讲较紧啦。好、哦，那探长跟你讲的话，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一再强调的，哎，生技股，哎，中小型股，电子上游。你拢无做着盯 ，OK 啦。哦，探长跟你讲过，唔免惊无股票，因为我会帮你进。哦，探长每天在挑股票，就怕你什么没跟上车而已。啊，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啊，今天礼拜五，今天拜五啊，人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恭喜仔哈。一周之计在于什么？一周之计在于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一礼拜开始，你一礼拜要赚钱，其实呢，拜五就已经决定你后礼拜赚钱了无？你知影无？也就是讲，你今天在时啊会赚钱无？其实咱们就决定啊。所以探长有一句名言叫做“一日之计在于昨夜”，哈、啊，咱们已经决定你今天会赚钱无啊？因为你今天股票起起，你咱们无啊？你手头无股票，你今天起跟你无关系。所以一日之计在于昨夜，同样的道理，哈、啊，一个礼拜。会不会赚钱啊？下个礼拜会不会赚钱？嘿，不是讲后礼拜才决定的，这礼拜就决定啊！你这礼拜股票来进好啊，甚至呢，你今天就要买股票啊！今天收盘前，今天一点半以前，啊，台北股市还没有收盘之前，你就要做决定，就要进场了，手上就要有股票，下礼拜涨起来，跟你才有关系。那亲像探长先跟你讲的，中化啊，一开头一结尾，有一点我跟你恭喜。哦，你看，他跟你讲的时候还没涨，你看涨上来了，我跟你公开，不要紧，我唔惊你去买，但是探长希望讲呢，哦，你要买，你也甲我讲一下，啊、哦，你要买，要跟我讲啊，你不要有买的时候没跟我讲，啊，探钱你得探，到时呢，啊，探长的股票出掉啊，你讲探长啊，你出掉无甲我讲，所以这人真歹做呢，你知道不？哦，这人比做股票还艰苦呢，较歹做呢，你知道不？哦，所以探长真的也是哦，为难，哦，在广播上、节目上能够讲的，我尽量讲啊，不能讲的呢，我希望你打电话进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安呢？因为探长几个人啊，对这么多人嘛，全国到处边全国听这个名，拢知呀，你这就是股票，哦，但是什么时候爱出，刚才会员朋友知呀，只有探长会员朋友看到探长发出口讯，什么时候要出啊？比如说8039的这个台红台湾挂车，会员朋友都看一下，对不？之前叫你出，你就非常清楚嘛。6282的，哦，对不对？这个康叔，对不？有出你就知影嘛。
是不是？所以有出的时阵，探长的口信会跟你讲。但是你若不是探长的会员，讲较歹势，吼、哦，我那阵上电视、上节目的时阵，嘛已经出掉，开始讲啊，哦对不？我不是安尼，合理嘛，因为探长对会员朋友有一些义务嘛，哦，啊，因为节目是安那，节目拢是伫咧这个迄收盘较播出嘛，哦，虽然探长的这个广播，探长在哪里哦？是阿未收盘了，开始讲啊，开始录音啊，哦，这大家拢非常清楚。但是你听着录音，听着探长的节目的时阵，已经收盘啊，这差别这无多，这电台的是要安排。好、哦，对，这到时我要跟你讲，哦，这实话我要跟你实讲。好、哦，所以会员朋友跟不是会员朋友就是有差别。好、哦，会员朋友就是知影探长的口讯，盘中就收到口讯啊。好、哦，探长阿未去上电视，九点半阿未上电视，我口讯就写好啊，是不是呢？好、哦，所以唔知咩做，真简单。哦，电话卡入来，下礼拜重点嘛，甲你讲啊足清楚。好、哦，中概还有什么？哎、欸，歌舞记得散装航运，哦，还有呢，还有这个钢铁。其实呢，三个是同一个问题。好、哦，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补充。那你先利用广告中的电话啊，哪里哦？哎，刚上好电话，你先甲抄起来，随时卡入来。电话卡好通，对探长来者，电话卡好通，赚钱真轻松。希腊船王说，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财富。德国股神也说，财富藏在机会中。标股探长说，标股机会常常有，你准备好了没有？台湾俗语在说，钱四卡，人两卡，台湾钱阴卡巴。标股探长说，想办法让钱来追你，你被钱淹脚目了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投资吗？你有赚钱吗？你有停损吗？你敢有立在眉角证据？你敢看有？探长帮助你往上飙，往下飙，拢欢喜，带你进，带你出，保护你拢损失，请拨通标股探长投资平安专线02-2579-1155，控制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美国有句名言。Who you know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know。 台语也有一句话，捌人较好咧捌货。标股探长是股于未标之时，标股探长坚持会赢才来拼。标股探长专研股会债等国际金融，专精点线面的操盘技巧，对着探长的指示，让你股市大赚钱。速拨固德投顾标股探长致富专线02-2579-1155，02-2579-1155，02-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节目进入尾声，探长再把重点跟所有投资朋友分析一下。重点就是台北股市后礼拜要安怎做，后礼拜就是继续做多，继续买股票。为什么？因为还没起煞，肋骨轮动，轮来轮去，还没有涨完。啊，近期在哪位？近期在欧洲、英国、日本，货币宽松一条心。好、哦，这大趋势，探长先给你报告。第二呢，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呢要做这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大陆有好处，而且呢人民币
所以人头做哈、哦，要自由的兑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是一个好处。中国大陆有好处的话，你要注意到哪个族群？就是顺着藤摸瓜，啊，了解不？顺势而为，就是爱这探长跟你讲的中概股、中国概念股。好、哦，比如说今天会员朋友买进一档二开头一结尾啊，这股票呢是这银啊三啦，安尼好不？哎，够清楚了哈，够清楚了哈，这银啊三哦，二开头一结尾的中概股。好，其实这档股票，探长尽情的给他预告过啊！探长在中华财经台10:30啊，9:30到10:00啊，现场的这个节目也有讲到啊，有预告过中概股你要注意啊，所以重点就是什么族群的轮动啊。顶礼拜呢，生技你不做到的啊，不要紧啊，探长的这些中话我嘛给你公开啊，啊一涨上来了。顶礼拜探长在讲诶，电子上游你不做到，啊，不要紧啦，算了啦，好、哦，这附顶嘛起起来啊，对不？探长每个叫你去做啊啦，我再叫你去追附顶，叫你追这个上好价的附顶，嘛无意思啊，你也搞万谈啊，水熊我阿别造啊，会不会可以做见证？我们还没有卖呢，对不对？卖的时候空军会跟你讲啊、哦。另外呢，探长跟你讲的啊，这一个航运股跟。钢铁股跟着兄弟啊，啊，全市场都知道，专企刘龙怎样探长是海洋大学毕业，啊，全市场都知道探长在2008年放空散装航运，啊，中航腰斩，100块落啊剩50块，啊，嘿，探长的会员朋友很高兴，赚了一半，赚了50%，啊，如果说2008年跟探长操作，这个散装航运跟钢铁股的，你就很清楚。另外呢，现在呢，时机来了，机会来啊！探长被传回来，朋友来做啥？做钢铁股加散装航运。钢铁股啊、哦，有些股票我们已经挑好了。散装航运啊、哦，探长股票嘛，今后啊，什么时候让切入去？什么时候可以买进？什么时候可以加码？什么时候可以重压？探长的 call 讯会告诉所有的。会员朋友，所以西半新港的预告，而且今天我们已经先动手买进一档二开头一结尾的中概股啊，二开头一结尾这档中概股呢，探长买完之后就开始偷偷的涨。好、哦，会员朋友啊，比对一下你的 call 讯，不管你是尊荣会员啊。股票特别会员还是股票会员，拢总有买到，好、哦、买进20%资金，有无？好、哦，请你对照一下早上的call讯，好、哦，这个股票就相当于啊一开头一结尾的中化，生技股的中化，探长传会员朋友买进去啊，22.3买完之后呢，你就看到，哎呦，怎么不知不觉中拉上来的22块啊，23块，23.5，哎呦，涨不停啊，涨不停，比涨停板还要漂亮，因为随时都可以上车啊。但是呢，探长已经公开啊，嘛无希望新的会员朋友来买啊，因为哈、啊，我个叫你买这个中化哈、啊，你去给他砍普链啦啊，这探长跟你讲过了，好、啊，所以不知道怎么操作，很简单，电话打进来，电话拨通。点位靠通，赚钱真轻松。我们下周见。希腊船王说，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财富。德国股神也说，财富藏在机会中。标股探长公，标股机会常常有，你准备好了没有？台湾俗语在讲，钱四卡，人两卡。台湾籍阴卡巴，标股探长说：“想办法让钱来追你，你被钱淹脚目了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投资吗？你有赚钱吗？你有停损吗？你敢有立在美国？证据你敢看有？探长帮助你，
往上飙，往下飙，拢欢喜。带你进，带你出，保护你，拢顺心。请拨通标股探长投资平安专线02-2579-1155，控制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美国有句名言 ，Who you know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know。台语嘛有一句话，捌人较好咧捌货。标股探长，是古鱼未标之时。标股探长，坚持会赢，再来拼。标股探长钻研股、汇、债等国际金融，专精点、线、面的操盘技巧，对着探长的指示，让你股市大赚钱。速拨固德投顾标股探长致富专线02-2579-1155，02-2579-1155，02-2579-1155，0800-299-888，0800-299-888，0800-299-888。固德投顾102年金管会新字第102号。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证券期货交易具有一定之风险，交易人应于开户交易前考虑本身之财务能力及经济状况。